还是要问蓝白合的问题，就是现在您认为蓝白合这是有共识了吗？还是说现在是有共识，只是没方式？啊，蓝白合已经听很多年，快一年了吧？对不对？一开始每天在讲蓝白合，我说啊，你们蓝白合也没有，从来没有跟我讲过到底要怎么合，对不对？我看他们都不反应，我说那这样好了，比民调吧，输的人退出退选，哎，我至少有两个礼拜会很清静，不会有人再烦我。所以现在是这个是你们这边提出的方式，那你认为讲了很久，讲了一年多，是只是讲讲，还是说真的有这个共识？有啊，那我说哇，是这样的、哦、对台湾民众党来讲，我们本来就跟谁都可以合作，因为事实上在立法院就知道了，我们是议题合作，所以导演你说和，第一个和一定没有问题嘛，和平的和嘛，那是跟大家反正我们民众党很少在跟人家什么立法院跟人家打架，没有干过这种事。那合作的合就看 topic 看题目，所以我们有时候在不同的议题跟不同的合作。啊、其实本来我们就在提倡说联合政府团结台湾，联合政府本来就是每个政府都可以在一起。哦，那、啊、只是说，哎呀，他们一开始那种，恐怕一开始国民党对蓝白合的想象，看来他只是他们在想他们以前国亲和的模式嘛，亲民党就不见了嘛。我倒是这样的，我是比较开放的态度的，反正我先丢一个出去嘛，看他怎么反应。我看两天了也没有反应了，可是只剩下一个月。我跟你讲，你们都忘记一件事情了。我是急重症的医生，我很习惯在最后30秒做决定。